호시가 좋아? 等了半个钟，终于搭到呢架车啦。韓國最初的道後過山車，國浪飛船的 fan。 剛才我們玩了這個啦，估不到它有兩條的，之後第一條是矮一點的，第一條那是道後下去的，就是這條斜一點，那條就是正面下的。我哋坐咗喺个花园度睇个 T-Express， 睇啲人玩。
要趕住六點半搭出土走。呢個就是 Evelyn 的地鐵站，是輕軌嚟嘅。原來咧比想象中近嘅啫，呢度就是搭出土的地方啦。兩個站咧就可以去到 Evelyn 噶啦。搭輕軌咧要一個鐘頭九個字到先回到首爾，所以咧我就選擇搭 Evelyn 專用的出土去翻東大門嗰邊，就差不多50分鐘就回到去啦。原本翻首爾的時間可以揀6點半或者9點半，但是因為 Corona。個 Evelyn 翻8點，但6點半可以揀。如果疫情之後咧，就有翻9點半，就喺度玩耐啲啦。我哋而家玩咗7個鐘就翻嚟啦。